today's words of wisdom, the method of acquiring merit, will be presented in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i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Thai, Turkish, Urdu, and Spanish. Hong Kong, 由260個美麗的島嶼組成。這個地名源自香港島上的石牌灣，翻譯過來就是芳香的港口。靈感來自於在石牌灣交易的芳香木料和芬香。香港亦件件藝事亦聞名於世，尤其武術最令人稱道。有好幾位在荷里活家傳戶曉的演員呢，都是出身自香港的電影圈的，例如李小龍、周潤發、成龍、楊紫瓊、李連杰和張國榮。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樓，香港就有四座。而在不久前2006年的11月，来自香港的张平路博士并获故事和平奖，表彰他医药和学术方面的杰出贡献。由于许多真理追求者诚心的邀请，青海无上师曾多次造访香港，分享他的智慧与见解，让大众更开悟，更了解上帝的天国。2000年的爱海之旅，青海无上师再次接受求道者的诚挚邀请，而来临香港。我们现在邀请你聆听这场睿智的开示，得到福报的方法。青海无上师1989年7月3日讲于香港。Supreme Master Che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世界一定有修行的人，一定有僧人而得到很大的加持力。印度是最多的。我不是赞叹印度的人啊，我就讲这事实的事情。为什么印度是最多的大修行人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多数都是输了啊，善良啊，杀生比较小啦，即使自己杀也很小，然后埋肉啊，人家杀给我们吃也是很小很小。印度教的人啊，多数都是蔬菜的，所以这个杀业没有，杀生的业障没有。然后他们生生世世啊，就是一个修行传统的国家，所以他们得到种小的一种扎实的积分，一种很善良的积分，一种有道心的那种精神啊。所以他们如果碰到一位名师的话，他们就很快开悟啊，他们就自己变成僧人，变成名师比较简单。他们的成见呢比较不重，他们心比较开朗。比方说在那个菩提那个道场啊，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盖一个寺庙起来，盖那个寺庙是给大家各国来供养的，不过印度的人来那里供养是最多。印度教徒啊来拜佛，我们佛教徒来拜佛比较少。印度教徒重修这个寺庙，印度教徒弄释迦牟尼佛的像啊，印度教徒来拜拜，每天哇，不可思议，多人来那里拜拜。他们多数都是印度教徒的，因为现在在印度哈，那个佛教徒很小了，佛教不发展了，你们懂不懂？外国的地方
佛教很发展，印度地方没有。不过那个菩提道场啊，或是任何的佛教的教堂，都是满满印度教徒来拜拜的。然后他们呢、啊，这印度教徒，不过他们盖寺庙给回教徒来拜拜。假如说你没有那个不相信我们的宗教嘛，那好，我们盖另外一道场给你自己拜你们的神。嗯，在那个印度也有几位回教的法师啊，很出名，也是修行得道了，得到像穆罕默德一样那种等级了。不过在印度啊，回教徒的人呢、啊，来崇拜那位法师比较小。多数的都是印度教徒来拜拜的，来拜访他，供养他，相信他，照顾他，或是盖寺庙给他住。所以这种精神啊，就是非常开朗的精神。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精神很开朗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智慧比较大，他那个我慢啊比较小，他的度量是很大，表示说他跟僧人呢、啊，跟佛菩萨的国位比较接近，因为佛啊菩萨啊不会在乎什么人相信什么宗教，他们相信什么都好，主要就是他们做好人，没有伤害到别人，就佛菩萨、僧人、耶稣基督等都会接受。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度量多大，我们就知道那个人开悟多大。开悟也有很多等级，开悟是在家可以开，在哪里都可以开，在哪一个地位、哪一个宗教、诚信呢、啊，都可以开，不一定应该是佛教，不一定是应该是天主教，不一定是应该当牧师。不一定是一位牧师比一位在家开悟，或是不一定是一位佛教的法师比一位在家的居士要多开悟，这个不一定。如果我们已经开悟了，就恭喜了。如果认为自己还没开悟啊，师父也可以帮忙啊，我有这个观音法门很方便啊，每个人都可以开悟，没有问题。因为悟本来我们有了，佛心我们有了，天国是在我们那边嘛，这师父就告诉你们在哪里找得到，怎么找就好了，很方便。如果你们门打不开，我就比较有力量，我碰一点就开了。好，这是专家的那个问题而已。要是我们看到很多灯在那里啊，我们想，哎呀，不可思议。什么人能够弄这些事情啊？哈，我一定不会，他一定不会啊。专家的人他们会，对他们是很简单，所以开悟也是如是啊。开我们那个无名的门啊，也是这样子而已，需要一个专家这样子，没什么神秘了。所以以前呢、啊，我们听说很多人呢、啊、叫这个顿悟的法门呐、啊，顿悟意思说马上开悟，因为法师他用。讲话的，或是他用一个拐杖的，或是一句话，或是一句很大声笑，或是大声骂那个，就让别人开悟，有很多方法。师父用这个观音的方法是最安全、最快、最没有怎么复杂的。请问师父，学观音法门需要什么条件？守什么规矩？要学多少的时间？最重要就是要是书，不要是众生的痛苦的肉。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 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
saves 70% of a total cost of $40 trillion for reducing global warming, uses 4.5 times less land to grow food,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 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o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 Consumes one-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 那每天要打坐，打坐的话，师父告诉你们怎么打坐。我们读佛的称号或者咒语也会有感应，这跟印心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假如说我们念咒念佛经啊，有感应的话，就比较慢了。印心马上就有感应了，不用念咒，不用念什么东西，不用做什么手印，不用拜拜，不用香，不用花，不用供养，不用啊，任何事情都不用。因为我们自己挖自己的智慧出来的，所以比较快。那吃自己的东西嘛，比方说 我在这里有那个卫生纸啊，我要拿出来是不是比较快啊？那我就靠别人去拿的话，是不是比较慢了 啊？那我们念咒啊，念佛啊，就是靠他力嘛，所以比较慢了，又不多啊。不论是那一位亿万富翁他有多少钱，我们不能每天来托钵他的钱啊，我们自己的钱就拿出来用，比较自在，比较快。所以师父印心就是印你们自己的心啊，找你们自己的智慧出来，你们自己的佛心，你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比较快啊，很快啊。然后我们每天自己拿出来用，不应该问什么人呢、啊？所以不用念什么咒啊，不用拜什么人，不用拜托什么人，我们自己的钱啊。请问师父，佛教徒在受别人骂或打或侮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对待？哦，赶快顶礼那个骂我们的人，就谢谢你。这样子的话，你会得到很大的福报，他的福报通通会送给你的，应该感谢那些人，修观音法门，如果不小心破了戒、吃了肉，会怎么样？不小心没关系，不要故意就好。烧香是什么作用？是什么意思？烧香就这样啦。我们人啊，要尊重一位佛是菩萨。我们如果在那里空空代代拜拜，我们认为不够了，我们应该用花或是香味啊，或是什么美丽的水果东西供养，有一些物质的东西，我们认为才是尽我们的责任。所以香是一种很香味嘛，就可以净化那个空气啊，就让佛菩萨舒服，我们这样感觉呢。我们自己喜欢什么，我们认为佛菩萨会喜欢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喜欢香味，有没有？弄那个 perfume 嘛，所以我们认为佛菩萨也喜欢香味。那我们看不到佛嘛，我们不能跟他 chip 哈，那我们就用最贵的东西，我们那个笑起来，让那个香味啊，就充满虚空。这样，我们认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佛菩萨用这个香沟通。这是一种表达我们内心的那个诚意的。过去修观音法门，这个根本不需要了，因为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财产嘛，自己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用自己的福报，所以烧香不需要，拜什么佛也不需要。我们变成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佛的能力出来，每天用，每天发展它，有一天我们就变成佛一样。
有可能这辈子成佛，所以 不需要拜什么，不需要祈求，不突破什么人、啊、印度人很善良，有很多修行的人，为什么印度还那么穷？哦，穷跟善良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宁可富有啊，然后凶恶啊？啊，因为他们善良，所以他们比较穷啊。他们不跟人家计较啦、啊，他们不跟人家竞争国位啊。他们有多少钱都供养啊，去拜拜啊，盖寺庙啊，帮助别人啊，帮助隔壁啊，供养修行的人啊。他们不在乎赚钱的方面，他们够用就好了，他们很简单满足，所以他们不富有，并不是说这个是一种处罚，没有没有没有。请问师父，天主教有所谓的守斋，他们可以吃鱼，这跟佛家的吃斋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佛家实在就完全是菜的，没有是任何的众生，不管他是鱼或是不鱼，我们都不吃。European Parliament supports reducing meat to lower greenhouse gases. General call vote. Vote is now open. Reduce your meat consumption or stop eating meat totally. During discussions 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 the Climat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livestock'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and recommended a reduction of subsidies to the livestock industry to curb methan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dopted its own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 as an institution. And as a vice president, one of the proposals I have made is in line with your own, which is that we should eat far less me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jor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es. We know that the agriculture and the meat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gas emission. And so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ratio per habitant of meat has to decrease. My name is Jens Holm. I'm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ase, be veg. Go green, save the planet. Please, Master,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and Buddhism?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m. Buddhism is in the heart. The outside fish,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m.都是假的，佛啊是真经，宗派啊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力量。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我们可以神通广大，我们可以救一个人从地狱上天堂啊，那个就是我们那边有啦，啊，经典呢、啊、不能让我们成佛，任何宗派都一样。前世的业障可不可以改变？人怎么样来消除自己的罪？前世的业障有两种，一种是业障好像锁起来在一个仓库里面就不能用的，没有用到；一种是在这个位置发现出来啊，这个我们做定业、那种没有发现出来，我们说业障啊，前世的仓库存库的业障。这存库的业障等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当来的啊。如果我们当来不用的话，就可以消掉，或是放在旁边等着。那要消除这些业障的话，只有一个方法，我们找到一位在世名师啊，他愿意当我们的业障，他愿意帮我们忙。不过名字也有两重，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啊。假的名字也可以帮我们当业障，不过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的业障会被传到他的那边，听得懂？他完全收我们的业障的，不过收了他放在那里，他没有消掉啊。真的名字啊，他可以把我们的
残固的业障啊，拿回去，然后自己处理，消掉。就我们当来没有任何的借口，应该受苦的。除了我们这辈子又在做坏的事，啊，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那个坏的业障还没有消除的话，那我们应该再来净复这个业障。哎，这种业障已经发现在这个我们这世的话，没办法消除那么快。不过如果有真正的名师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忙，它可以变大化小，变小化空，变真化梦，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本人福报不够啊，业障越来越多而已，没办法消除什么。如果观音法门是最好的法门，为什么当时候释迦牟尼佛还要传别的法门？因为有很多人不想学观音法门。嗯，假如说师父传观音法门，不过不是每个人要啊，所以我传了叫你们去拜佛啊，念佛啊，要诚心啊，是不是这样子？刚刚我教你们怎么减少痛苦，有没有？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啊，这个跟观音法门无关啊。我也教很多法门啊，不过观音法门就是成佛的法门，意识解脱的法门，不是福报的法门。师父教你们今天和昨天，那个就是福报的法门，让我们减小我们的业障，让我们生活比较愉快。欸啊，不过我们如果相信一位大修行者啊，我们也可以解脱。我们死的时候他会来接我们走。解脱和成佛啊是不同的，成佛是又解脱又有智慧，解脱是不一定有智慧的，是靠一位有智慧的修行者拉我们上去。法号是什么作用？就是给法号，那个、我们皈依的时候给法号，是不是？对，啊，这是印度的传统。比方说像天主教一样有很多圣人的名字嘛，那我们洗礼的时候那个神父会给我们一个圣人的名字，我们假如说王太太啊，他就给我们玛利亚或是德雷莎啊，那些是过去的圣人。这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每天记得那位圣人的名字，记得他的福报，记得他的权力，记得他的功德，希望我们能够被他染一点点，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那么单纯那么伟大啊。佛教也是一样，哎，有很多名字，假如说你本来是刘先生啊，好，你去皈依一位法师，他叫你明德或是明道啊，那期望你为了记得这个名字啊，要有一天会明白这个道，懂吗？是这样而已。嗯，是一种祝福啦，一种祝好啦。嗯，成不成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嗯，修行必须修到没有七情六欲，那为什么还有极乐世界？因为极乐是不是一种七情六欲？ No， 这个乐跟我们乐这里不一样啊。我们这里乐就是吃的时候乐啊，赌博的时候乐啊，喝酒就乐，小家也乐啊，打人家，人家不能打我们也乐，这个不一样嘛。人家那里乐是真正的乐，我们这里乐就是乐色嘛，根本不能比啦啊。那个烧足六欲就是我们这里物质世界的欲，不是极乐世界的境界，极乐世界的境界根本不能跟我们比较啦，差太多了。像小的时候我们玩那些塑胶的玩具，有没有啊？那我们也感觉到很棒，我们弄那个涂的饼干啊，玩那个叶的钱，那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啊，今天生意那么多，赚那么多钱啊。不过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赚挣的钱啊，这个长大的世界，长大的人的生意和小孩的生意根本比不上啊。人在娑婆世界常常会犯戒，用忏悔能不能够消除这个错？用忏悔可以，不过如果这个听我们忏悔的人啊，是一位大修行者，功德无量的话，他会把我们业障拿走。
如果我们讲空空忏悔的话，比较难。比方说我们被关在牢狱里面，我们每天抱怨啊，我很喜欢出去，我不喜欢这个牢狱，我是无罪的人，我是无罪，是我犯罪，我现在已经后悔了，我想改悔了，哦，应该让我改悔。好，不过谁听你在那里啊？你应该跟一位律师讲啊，我是跟那个管理那边讲啊，讲好了以后自己要改啊，要做好证明我们是忏悔，那我们才有用啊。我们在牢狱里面讲空空有什么用啊？吃素的时候烧开水煮素菜也会杀死很多的细菌，这不是杀生吗？怎么样去看出这些细菌，避免是杀掉它们？是杀生。那我劝你们不用吃嘛，连吃素也不吃就好了，就不用杀生了啊，简单呢。连呼吸也不要了，因为每次呼吸都杀生了。我跟你们说，不用煮开水了。到这个程度是极端 ，fanatic。我们修行不是这样，那个道理就是我们杀掉我们那个好杀的那个精神，不能免就不能免啊，就是我们要免这个杀生的欲望、好杀的那种精神，不是一动就不能杀，一动不能杀，那你不用走路了啦，走路都杀很多生啊。脚地也杀生，洗手也是杀生吗？不然的话我们洗手干什么？卫生的问题啊，杀虫嘛。修行好，直接好，不要极端。昨天晚上来听师父讲经，有很多次看到整个的讲坛，包括这些植物啊，都有金黄色的光。上师呢跟佛一样也是散发了金黄色的光，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别是说师父有光啊，修行不有光是有什么啊？有黑啊。修行会有光呢，所以佛菩萨圣人耶稣基督嘛，通通都有光在他们的那个话呢。啊，师父也是修行嘛，师父也像他们一样啊，也有光啊，就是有看到就好，多数人看不到。反复的眼睛看不见，你看到的话恭喜你啊，等级不错，高人能够看得到。入定是否指灵魂离开身体，会不会回不来？会哦。入定是我们离开这个肉体一会儿了，说离开不过不离开啊，我们离开是离开这个幻想的境界，我们没有感觉到有身体啊，有世界啊，有人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很愉快的那种心态这样子活下去。不过我们会回来，如果我们修好的法门呢，我们会回来。有一些人入定回不来，这个也有。印度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入定，要回来可以。像我们修观音法门的话，要入就入，要来就来，随时啊，很简单。像我们开门出去，然后开门回来啊，很简单。有一些法门根本不能回来，假如说他们修那个控制呼吸的法门啊，我是一些瑜伽，然后他们就入定了啊，入定的就像死掉的人一样啊，你可以把他埋葬在那个地下三个月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挖就来，然后用一些特别的按摩的方法叫醒他，如果没有人按摩叫醒他，他就永远回不来了。在那个情况上啊，他的身体啊，有可能永久不毁坏，因为他在那个所谓的 silver cord 叫银线啊，这个银线是我们的神识和我们身体沟通的，像这个麦克风啊，和那个电头有沟通，用这个线，如果这个没有断掉的话，那麦克风还是活生生的啊，有的时候它就不断啊，这里就断掉而已。
啊，就讲也讲不出来，讲没有出声音。同样，那些所谓的入定的商师傅刚刚讲第二的长河啊，他就回不来了，没有人叫醒他，他就回不来。然后有可能他的身体不会坏掉，这样躺着好几百年、几千年以后没问题。OK。师父刚刚说诚心就是要很自然有很强烈的念头，那这跟欲望有什么不一样？也是差不多欲望啦。不过欲望有很多种类嘛，有一些就很坏的欲望啊，有的是很好的。并不是说欲望不好而坏的欲望就不好。我们要求佛菩萨帮助我们忙，那有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众生，我们自己不能够每次照顾我们自己，那求佛菩萨帮忙，这个不是坏的欲望。我们是要杀人啊，要害人，要偷，那个才是坏的欲望。OK， 观音法门的观音是否指观世音菩萨，还是有别的含义？No， 不指观音菩萨。不过我们修观音法门以后，会得到像观音菩萨一样那种程度，也有一样跟他一样那个力量。可是千住其咒，千住现。观音菩萨好几千百亿年以前呢，为了修观音法门呢，才得到他的果位，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叫他观音菩萨。佛经叙述很多佛土，请问师父，这些佛土是在宇宙的哪些地方？哦，在这里，在这里的地方，一些唯心造。任何的境界都是在我们那边的，耶稣基督有告诉我们，天国是在我们那边。佛说《心净国土经》呢。我是佛教徒，平时家中有拜拜，如果印心之后，这些佛像要怎么办？可以拜啊，不拜的送给别人。我们拜，不过不拜才是真正的拜。就是还没有印心，恐怕我们这个心，意思是我们不大开悟了，我们执着这个偶像啦，就拜就比较不大好。如果我们开悟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拜这个就是拜那个一位过去的很伟大的名师，我们不是拜这个偶像啊，就比较好啦。那我们可以拜石头啊，何况拜佛像呢？不过开悟不开悟啊就不一样。师父看到佛像我要拜也可以啊，并不是说我没有拜，有的时候我拜，有的时候不拜。拜佛没有坏，就是看我们应该知道佛在哪里，然后我们拜比较好，比较灵。佛教所做那个施食给恶鬼有没有效果？那个你们做网歌的时候弄那个蒙上，是不是这个蒙山布施，是不是？对，没有大用哦。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变这个饭成无量无边的速度。我们念咒不是我们念咒有用，而我们应该有功力啊，应该知道怎么使用。请问师父，什么是解脱最佳法门？观音法门。请问师父，印心跟密宗的灌顶有什么不一样？很大的地方不一样。灌顶他们加持一点，然后叫我们灌想佛啊，印心就自己看到佛，不用灌想。印心之后为什么每天要打坐两个半小时那么长呢？好，那你睡觉好了啦。要去赚钱又不想去办公室，那怎么办啊？那你尽量打坐，能打多少就打多少，然后慢慢来加上去，好不好？你的店啊，如果开越久越多钱嘛，客人来越多啊，我们赚钱越多啊。你很懒惰，你关半天而已，当然你赚就半钱而已，是这样子。OK，不是师父严格，告诉你们一个方法，可以能够快一点成佛，快一点得到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欢迎你不要的话，那你慢慢来也可以啦。不要吃素，要诚心，要修行，尽量做，然后每天加一个分钟。比方说，我们开始打十分钟，明天十一分，后天十二分，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以后就会变成两个小时了，很快啊，嗯。我早年啊，因为脊椎骨受伤，很不好静坐。如果用躺卧的，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可以，如果不睡觉的话。为什么？为什么坐呢？因为我们坐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睡觉。坐已经睡了，何况躺呢？我是修行密宗，密宗可以吃肉。如果想参加印心，师父可不可以接受我吃肉 ？No， 佛就不吃肉。有人打坐可以很快看到佛菩萨，但是有人什么也看不到，为什么？是不是跟佛无缘？是我们业障啊，不应该看到佛嘛。我们打坐，如果我们感觉到很愉快，打坐完了有精神很快乐，身体很健康，这个也是一种体验，一种好处。我们看到我们每天打坐，然后我们爱心越来越发展，我们对人家更好，更了解人情啊，更对社会更有帮助，对自己更愉快轻松，这个也是好啊，不一定看到佛呢。看到就好，不看到没关系，不要执着。看到佛不怎么样啦，成佛才好，成佛才好。请问师父，您所教的观音法门的打坐方法，是不是说集中听内在的声音跟看内在的光，并从这个定中得到智慧跟开悟？是。打坐会脚麻麻的，怎么办？让它麻嘛，应该忍受，等一下就不麻了。不要动，如果不动，你马上往生的话，那要动。如果可以忍受，就忍受，等一下身体都不见了。什么是缘？人怎么会被命运控制？缘分的缘。缘分就是因果的意思嘛。我们以前呢，造成一些关系啦，一些因缘啦，那我们现在回来应该受这个结果。像我们种玫瑰花，那时间到了它会开花变成玫瑰花，不能变成这种，这是因缘。什么是佛？菩萨是不是佛？菩萨不是佛，菩萨是比佛小一等，不过有的时候佛是菩萨，佛是下来一等啊，变成菩萨，跟众生比较接近。假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观音菩萨，有文殊师利菩萨来帮他忙，一边当他的徒弟，一边帮他忙。那文殊师利菩萨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前世了好久前了，文殊师利菩萨是所谓佛的师父啊。不过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那天那个时候刚好是他的使命嘛，啊，所以诸位佛来帮忙啊，不住现，啊，住现一些隐形啊，当菩萨，意思说当他的徒弟，做菩萨的工作。菩萨的工作是，假如说出去啊，广告啊，贴海报啊，叫人来听经啊，假如说这样子，佛就是讲经嘛，传心音啊，听懂？所以事实上文殊师利菩萨、观音菩萨已经成佛好久了，他们是古佛了。不过刚好那个时候是释迦牟尼佛是当王嘛，那他们应该来帮忙。比方说以前是Jimmy Carter 是美国的总统，是不是？那那个时候 Reagan 是他的 governor， 也就是说他的大官而已。那现在 Jimmy Carter 下去了，那 Reagan 上来，那 Jimmy Carter 应该帮忙啊，听懂不懂是不是啊？而不是两个都当王啊，就不好处理啊。人在世上为什么会有痛苦？自己找烦恼嘛。
真的有地狱吗？怎么没有呢？看这个世界就知道了。Could I have met a master in mainland China? 他说他有可能有碰到一位名师在大陆吗？嗯，我说有可能哦。嗯 ，I say maybe. I wasn't there. What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uanyin method and the traditional paramita as detailed in the Mahayana Sutra? Guanyin method is a way to find out the paramita. Paramita means the greatest, the great completeness, the perfection. We use the Guanyin method to find our perfection. So they have connection. Yes. When the Buddha spoke of paramita, he just introduced the perfection and therefore induced his listeners to come and practice the Guanyin method. Understand? Just like I'm doing now, I keep telling you the wisdom is the greatest and the wisdom can enable us to find the perfection, etc. And then you may ask me how, and then I say Guanyin method. Okay? 他问师父啊，这观音法门啊和那个波罗婆罗蜜有什么不同啊？我说这个观音法门就是帮我们忙找到我们这个波罗婆罗蜜。波罗婆罗蜜意思说还眉的智慧。哎，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个还眉智慧的时候，跟他人家说啊、哦，这个是最好、最棒、最高、最愉快的。然后大家会问他，那怎么找啊？他有可能说，那修观音法门是这样子。How does one combine career goals and the same time try to discover this life's purpose without slowing down one's spiritual growth? It is very easy. You do things in a relaxed manner. You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when the time is for business.You take care of your spiritual exercise when the time is for spiritual exercise. Just like you eat lunch when it's for lunch. You eat breakfast when it's breakfast. You do one thing at a time and do many things in one day. You brush your teeth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can think. So in the middle of the career business, you can also think of God and also yearn.To be union with him one day. That is how one combines business with spiritual growth, with spiritual practice. It will not slow down your spiritual growth if you are a career, a businessman. Because everyone has to attend to some business in this world. There's no one without a business. Even if you find those, you say, the pensioner,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already, but they are always busy. If you ask them, can you come? They say, no, I'm busy today. The old age pensioner, they are also busy. And the children are also busy, go to school. And I'm busy lecturing and taking care of disciples and attending to the people's wishes every day. Everyone is busy. Therefore, in the midst of our busyness, our subconsciousness,We take care of spiritual growth, not our mind.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他问师父啊，我们怎么能够一边做生意啊，一边要得到的啊？如果我们做生意，会不会困扰我们的那个得到的那个进步的过程啊？我说不会，因为每个人都做生意的，每个人都忙什么样东西啊？连那个老人家也会忙啊，他已经退休了，他也会忙。小孩也会忙读书，连师父也会忙，忙着讲经，忙照顾徒弟的问题，忙照顾世界的那个要求的很多东西啊，所以没有人不忙啊。如果我们在那忙碌的时候，我们头脑会照顾这个忙的东西，我们那个下意识会照顾我们的修行的问题 ，OK， 所以没有问题。The second question.Is it possible to deal with one's bad karma in a single lifetime, thereby avoiding another incarnation? Yes, it is possible.
If you met a true master, the true master will help you. He knows the way how to take away your bad karma and burn them. So you have no excuse to come back. If you practice the Guan Yin method with us, I assure you, your bad karma will burn away at the time of initiation even. So you will not have to come back again. 他问师父啊，这个我们的生生世世的业障啊，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消除，让我们不应该再来轮回再生呢？师父说可以，如果我们找到一位专家，意思说名师了，他是专门知道怎么能够把人家的业障烧掉了，在印心的时候就会烧掉了，我们不应该再来。师父说，师父答应他，我会把他的生生世世业障消除，如果他跟师父求观音法门的话，这是我答应的。Supreme Master Che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感謝你收睇今日嘅智慧之語節目。而家請繼續收睇無上師電視台嘅藝術與靈性節目。焦点新闻后马上为你播出，在上帝无边的恩典下，愿地球所有众生在祥和与慈爱中和睦共存。 We thank you for your kind-hearted company for today's segment of Words of Wisdom. And now, please stay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ooms,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For God's boundless grace,May all inhabitants of our planet Earth coexist in peaceful harmony and loving kindnes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